2017年3月。今天的饭店呢，哈，它的有些房间哈，它原则上是只有大厅才有 WiFi， 哈，那房间是没有哈，因为你知道日本很多传统的温泉旅馆是这样子的哈。那如果你收得到的话，是可能是刚好你角度的问题收得到哈。正常房间应该是没有 WiFi 的，先跟大家讲一下。